这种人没有专业，难以对待。我们的月仔，他来了。嗯，你有在拍照吗？哎，那许阳下去还是不？你拍完了，你聪明呀，好傻。要做让等许阳拍完视频再拍合照。对啊。好甜啊！合照不行，合照我头发都现在弄的是封面的造型，还得换。太吓人了！没电了，你得拍什么？没吃到没电了，这个步伐不是说那个吗？拍摄的有。楼下，我马上要不行了。那干嘛？让我下去。好神经病，这两个人，走开。谁在欺负 PT 的？他在欺负我们俩，好不好？他开个直播，什么飘过去一个弹幕，说我们俩欺负你。哎，我们就欺负他怎么样？就欺负他怎么样？委屈。什么 Track 什么 Every？ 你们听得懂吗？大家？那个不像大家是听懂了。老虎。Every 就是 Every， 他比较 Baby。给你们拍一下就行。哎呦，好恶心！哦，好恶心！哦，这个味道，啊，这个样子吗？这么香啊！你们不要，哎，闻上觉得。在古代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香气扑鼻。哎，聊累了。那我现在就是先拍封面是吧？那我这个造型的对吗？哎。来来来来，给你们俩读经。赵月，你说说你刚刚悲惨遭遇。太惨了，悲惨的遭遇。一直晒，一直晒，一直晒。晒的晕厥。都是细菌，晒的晕厥。还要面露微笑。然后回去找馄饨，馄饨还没了。对，回去找馄饨，发现哎，我还要吃吃的。我还以为你把我留了，结果都被吃掉了。对，赵，我跟你们说，赵月一推开门。哎，戴老戴要来了。来了，对着镜头说：“赵月，馄饨呢？我的馄饨呢？我的馄饨呢？我刚刚放在这里了。要睁大眼睛，这里不是他应该睁大眼睛，睁大眼睛啊！放在这里了，馄饨呢？馄饨呢？馄饨呢？太好笑了！我也是没，我们都是没有馄饨的人。所以说我被谁吃了？我最后被小玉留下，然后我当时选择相信大家，说一定会不要相信大家。”相信大家就是这种人。大家我还吃了一样。Oops， 那我兔子来了。你吐吧，来。我们大家都有馄饨，哎，你的馄饨呢？我吃完了。我吃完了。哎，又找到了，大美赚钱。随便吃了一个。你把别人吃了。你还要吃别人？你看看他。哎，我只说能活下去，那你为什么要拿走我的生命之源？我不知道。来，过来吃点水。赵月，你感冒好了吗？有人问。还没有。赵月摇了摇头。那你还发烧吗？还在发烧啊？应该比前两天好了。我看到。给你们看一眼。Fine。什么？是导吗？没有，有美玲的，我们的化妆师姐姐文文。小人吗？给我剪头发的七个人化妆，七个人。请问你的耳钉？是他的头发。这耳钉的在你身上。好洋炮！我今天这个长发好丑啊。你们也在直播，对，看的也想直播，反正你们等会儿都走，我还可以留下去。哎，为什么？我看看苹果和美图就是不一样。哎，对，我看看苹果的。哎呦，很美啊！
哎，这谁的手机啊？啊你的这手机还不错哎，陈琳的。陈琳的很美颜哎。嗯，我可能把美颜调到最高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来来陈琳是比我更惨的。来，哎，陈琳，你又去拍？我不用拍了，拜拜。我要去拍。哎呦，这个耳钉太痛。我等会儿。我觉得我今天属于那种大头的效果，就是我那里这么暗，还是这个尾巴。我这最亮的地方刚刚好，没有粉毛，都是拜拜谁粉毛？你们要去了、哦？我们要去了，去你们要去了，拜拜。